现在看到是三套梅小文的小菜碟，那可以看到后面这两套呢，总共有这边一套是八个，然后它是稍微中型的盘子，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那保存得非常良好，几乎是九成新。前面呢是稍微小一点的碟子，它总共有十个，背面是这样子。那特别适合就是宴客啊，或者是一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使用，那整个餐桌上面会有很统一的感觉，很好看。